他说韩国人在海鲜上很多的话题，人家欧洲也不一样。哎，我基本上呢就是，然后他领了一个烟台的小伙子来，那小伙子是他想要给做皮，国内皮的销量很大很大。但是我说心里话，皮我不会，他这次来他是带了个烟台炒海参加工。